很多老铁在问呢，关于这个大网眼怎么扎。现在这是个十一公分的网眼，这个网扎出来之后啊，眼接近正方形到正方形之间都是可以的，不能让这个网眼打不开。网眼打不开的情况下，这个网肯定也不好撒。这个就是咱们的无头坠子，无头坠子。